恰姐，今仔日吼，要来讲台湾民族英雄。咱随画出来民族英雄的有几个？会使讲吼，伫教科书内底吼无半个啦。啊，但是咱四百年吼出发生真侪民族英雄，啊，即个民族英雄拢无成功。所以都叫做共度、哦啊、但是我们他是为台湾人牺牲性命，所以我们叫他民族英雄、哦啊、今天我们要说林爽文，我们上回、哦、有说到头一个阿武王朱一贵，朱一贵屏东人，阿狗，阿狗叫屏东人、哦啊、现在这是第二个是林爽文啦，啊，头一个，佮上头一个是荷兰时代吼、哦，有计怀疑，吼、哦，荷兰时代咱有出一个民族英雄是计怀疑，啊，刷落晚清的时代，吼、哦，有出过来个啦吼、哦，咱提出几个来讲吼、哦，第一晚清统治台湾拢总213年。我有一本是晚清古代李一山，李一山就是213年。啊，人有诶讲212年，吼、哦，敢若日本统治台湾几年？有诶讲51年，有诶讲50年。啊，要安怎算？咱头尾年拢爱算，你袂使讲诶，迄无算啦，迄年无算啦，吼、哦，安尼袂使啦。应该是日本统治台湾51年，大概正确。啊，晚清统治台湾213年，在213年的期间哦，大型的革命30-40遍。那30-40遍来对，咱无通讲几遍啊吼。哦，啊，那有历史严查的案件吼、哦，138件之多啦。伊213年，啊，差不多2年就一件嘛。哦、所以我们台湾人说三年一小犯，五年一大乱、哦、就完全黑白给你通知贪官腐化、哦啊、他们贪官的情形是这样、哦啊、你就知道这是反清的理由很多，就是官逼民反，官做官的、哦、给你逼逼到你老百姓反、哦啊、怎么逼，因为一直有钱就去落地啊，没有甲你变哦。啊，咱即摆来讲，啊，个是官逼民变哦。啊，这138件的案件来对咱那个分析，有虾米个虾米，虾米个虾米，有分做三种。头一种是台湾人，台湾本地人，叫做 People of Taiwan 哦。咱讲个 People of Taiwan。反清拢总有83件，83件吼、哦，即、这个拢是吼、哦，第一无可奈何投诉无门的状态下吼、哦，啊，甲你剪啦吼，啊，都、就是拢剪输啦吼，哦，啊，但是即个中啊爱注意，咱要一派人哦，真紧，台湾人要一派人真紧，因为。这个郑成功哦，统治台湾的时候，有一个真重要的人物啊，陈友华。陈友华设立这个洪门天地会，洪门就是，咱就想讲，这个是外省帮挂的吼，外省的吼，吼，迄乌多的咧吼，但是哎，是的，唔对，是咱台湾人创作的。啊，那在台湾创作。嘛，都爱稍微解说一下。晚清统治中共哦，王国先统治，伊人口不到汉民族的1%，啊，统治加100倍，欢喜都欢喜死啊！啊，那我都去统治加100倍，哎，真简单，王国官职，甲王国钱，买，四国买，啊，都汉人都受到孔子的影响。大家拢奴隶思想，
大家拢真愿意要去做人的路咧。啊，那有职场谈多啊，哦，啊，那有管理多好啊，哦，啊，所以这个红门天地会在台湾创立的时候喏，这个根哦，都是在台湾的社会。哦，红门见面，你唔知是红门的人啊无？啊，我嘛唔知啊。啊，我伫餐厅的吼，伫点啊，迄阵叫做打茶室吼，吼，啉茶，我茶杯啊安怎摆？内行的人一看，伊是要做啥？伊是红门的人。啊，你外行你看无吧？你要看啊？啊，我摕杯啊，吼，啊，我安怎摕？即手势？安怎行，就知影讲这是红门的人，所以咱有83叫啊。这案件大部分甲红门天地会有关。红门天地会买酒，迄个国民党孙中山都是利用红门去组织兴中会。哦，红门是一个大标队，下骹有几百个无共款的会，兴中会就是。咱台湾人退中国安尼革命的代志吼，即讲上远去啊，今仔日无要讲吼。第二种就是先住民，吼，咱即嘛叫做原住民，迄阵叫做先住民吼，因为先来叫做先住民嘛。日本是用先住民，吼，啊，原住民有一点，我有感觉。有一点歧视的味道了哈，先住民啊，跟新住民，先跟新哈，按来区别。迄阵的先住民哈，好，我看官事件有17件，就有17件哈。第三种分类制度，哦，分类制度有38件。下面叫做分类制度，伊哦。要做搬迁的官吼，上好做这个官吼。第一，我临来吼，我干来用做3年的官嘛。因为阮清政府规定，派来台湾的官员、士兵3年一任。啊，3年到吼，你都爱等。为什么？因为你不爱和你甲本地人结合起来，带来翻迁。吼，像讲。吴三桂派去云南10年，人家都翻迁啊。吴三桂嘛是提钱的咧，啊，个但是10年过了，伊都无爱清掉啊，哦，啊，所以咱们台湾哦，啊，你要安怎创好你？你管区内底哦无翻迁，啊好，恁落去小台，啊，恁两个落去小台，啊，台时哦安准都好，我嘛免插你。啊！恁台戏的原因是因为恁无上好嘛，都甲反清无关系嘛，所以叫族群械斗、族群的械斗，一鼓励你，鼓励你族群械斗哦。啊，这族群械斗哦，有分做闽越、葫芦人甲越，迄阵是客家人的简称啦哈。啊，有漳泉。漳州人甲泉州人来台，因为漳州话甲泉州话有小可无同，哦，啊，有各种的台法，哦，即分类制度的种类哦，第一上最数量是闽客，而不是漳泉豆，漳州人甲泉州人来台，第二是闽客豆，葫芦人甲客人来台，第三是县级豆，彰化县台。台嘉义县啊，县级。第四是同族斗，姓林的台姓林的，姓王的台姓王的，要甲你鼓励嘛，鼓励互恁台嘛吼。过来，一个一种叫做客斗，客家人台客家人，哎，那就奇怪啊。你卖叫是客家人，都袂用西龙的啊，西龙到底嘛是客家人台客家人，哎呀。啊，一个同业斗，平平拢是迄落鼓励的吼，迄种叫做鼓励，即嘛叫做迄运输业吼，搬物件吼啊，落去台啊，所以这分起来大概是安尼啦吼，哦，
分给大家呢，所以你要知啊。啊，每边反正哦，每回拢是台湾全民起来响应，啊，中国那边哦，无止境的派兵来，一波一波过一波，一怕输过来，怕输过来。安尼，这革命，伊每次的镇压台湾人，是以分化成功。每次来赢到台湾，虽然一波一波来吼，伊拢怕输了。啊，奈赢台湾是用个分化，甲你台湾人分做葫芦人、客家人、漳州人、泉州人、山地人，啊，落去台台。啊，恁内底出现问题，啊，咱今仔日要讲的都是一挂代志，哦，所以咱台湾人哦，到尾就是认识本地人甲长山人的无共款，哦，本地人就是 people of Taiwan， 嘛，迄个时阵嘛，毋是讲你生的台湾就是台湾人，你为漳州来，为泉州来，来个台湾。你心爱台湾，迄拢就叫做台湾人 ，people of Taiwan， 哦。啊，长山人是吼、哦、来遮做官做三年的，哦。啊，做出官做三年，先算附带作用，附带作用就是不使带某囝某囝来，哦。啊，那不使带某囝，哎、欸，啊，你若甲某囝带去安尼，我他妈中国都无人质啊咧！你若过线，他妈遐过线，我都甲恁某抬死啊，哦。所以。完成政府用这招、哦、起义跟领导的人朱一贵是市亚林松文就是平民的头目、哦啊、武装革命的主力军、哦、都是本地大众人、哦啊、如果下人挖下人挖迄个政府，下人挖满清的，拢是小主户，就是有钱的有钱人，甲读书人，读书人实在有够戆，哦，戆戆戆的，就是读书人，安怎戆法？元朝蒙古人哦，甲人分做十级，第一级上赞的，一官做官，第二级二吏，就是做。政府的工作啦，吼、哦、啊，三四五六七八八啥个啦？这个第八是八仓，做纪律的哦。第八级的这歹人，第九级的啥人？九儒，孔子迄教的吼、哦。第九级的，啊，第十级的是丐，十丐都、就是乞丐啦，哟。我控制的哦，不是讲会晓写字的叫做我控制的。我控制迄排哦，是第九级的。人是世界上强的国家，到我即阵嘛无一个国家会领土平。迄阵蒙古帝国也较大，哦，人按到来甲你迄个控制即个物件，甲你贬到最低点，哦，九辱十丐。所以你也听迄啰。有一挂人伫骂人讲臭老九，什么叫老九？就儒家嘛，臭老九嘛。老九就是，迄个读儒学即款哦，读孔子的叫做臭老九嘛。哦，迄是伫骂人的话。啊。林松文这事件的时阵发生的时阵哦，是在乾隆的时阵。乾隆这是皇帝伊家己话哦，伊无叫人话啦吼，我徛白马吼，安尼威风凛凛吼。伊有十全武功，自称是十全老人。其中啊，真侪是灌醉的，乌白写的吼。有，但是有两次平准噶尔。啊，定回部，这是熟悉的哈。啊，剩的七个武功哦，
名过其实啦吼，啊是台湾吼，是其中吼，打台湾是其中以一个很重要的十全武功之一，吼，十全武功，啊，所以一届咧吼，两次平准格，一次平回部，两次平金川，一次平台湾，啊，攻打缅甸、安南各一次。两次攻打格尔克，一生共有十全武功，自号十全武林。哦，啊，这个当时台湾的迄、那个，完全把台湾看作异域。你这是，你这是外国，恁这挂人拢烦啦，吼、哦，异域，看作敌境。你这是敌人的所在，因为以前是。以前是地形讲的嘛吼，地境吼啊，每一个派来的官员拢贪得无厌，拢假贪污啦吼。啊，贪污之因东西的形容，贪婪之力以患为骨，做官干那做行李来呀啊，舞弄文墨，波民子高，三年暴毙，满载而归。三年安尼搞啊吼，还满载而归。虽然台湾话有一句话讲，三年官，两年满，两年都会满，六点满满满，吼、哦，啊就是三年官，两年满，这是古早老来吼讲吼。啊，啊这贪污的吼、哦，一个总兵啊，干那去三年内底吼，两年内底吼，那金文吼、哦、五六万两。不得了嘞！我把它过了蛮牛，哦。啊，即马讲这个发生这个林松文的事件吼，在彰化有人吼、哦，有个阿家堕落，堕落对即马嘉义啦，嘉义呀吼，后尾有一挂人吼、哦，啊，洪山真侪人加入天地会，天地会就是叫做洪门天地会。红门天地会，吼、哦，啊，天地会吼、哦，参加的人吼、哦，哇，吼、哦，啊，勇敢的台湾人吼、哦，大，这就集合了个万人之多啦，吼、哦，啊，但是，完全政府，你要去组织，你去组织，我有钱通冒就好啊，吼、哦，啊，就不会插，不会插，啊，就这就搁大个，喏、嗯，1786年，今年是啥物年？美国革命1776年，咱办十年了后，台湾嘛发生一大大革命，就是林松文大革命。哦，1786年，哈、哦，咦，因小可知影讲哦，天地会的活动，啊，都去派人去抓，哦，啊来到堕落这个所在，哈、哦，啊，这个时阵，哈、哦。天地会的杨光勋跟因小弟杨妈四不和，两个兄弟也无会合啊！啊，因小弟哦，杨妈四哦，设立一个雷公会。天地会、雷公会拢是共款，拢是红门的一支啦。但是你我都无买属你的，我另外阁创一支吼、哦，叫雷公会啦吼、哦。啊，但是这个政府官员哦。本来应该是俩有组织的杨妈氏跟杨光勋，但是啊，嘿，伊去俩吼无俩因，俩因老爸啦，吼、哦，唔是俩本人哦，啊俩老爸杜小啊，威胁吼、哦，啊，这个时阵吼、哦，这个，迄阵吼，甲满清甲这个要犯哦。哦，暗时困咧刀落门，刀落门只有一个音吼、哦，我来小人叫解说，即虾米叫做刀落啦吼、哦？咱只有人刀落人无？无吼，无个咧，我小个解说一下，刀落个名安怎来啦吼、哦？天地会的人吼、哦，全去个抢劫，吼、哦，啊抢劫，啊即、这个满清兵啊吼，吼、哦。看自己的兵去用台死吼，所以吼、哦，认为堕落全部拢是反清
的人，将诶家己拢是反清的天地会，就是讲你兵啊，当凊彩去路的随便掠人，啊掠数十人充数，就是伊无咧求证据啦，啊，凊彩掠人就好啦，那是人就好啦吼。啊，这时阵为了掩饰吼，看的天地会改做天地地会，这敢无什么差？这是骗人的嘛吼？天地会啊，变成天地吼，赶快啦吼！啊，都名唔无赶快，阮是天地哦，阮家小弟也有会咧。啊，你这天下甲地上的会咧吼，安都掩饰，啊都安尼说，啊刷了钱乌洗落去，啊都好啊。啊！但是满清的官员，把杨文林的财产全部洗劫一空，我都趁这个机会，好来你家己抢，家己抢钱吼！啊啊，安尼也会使啦，安尼都 OK 啊啦！啊，抢钱去用抢就，钱去用抢，啊都无代志啊！啊，他都咱讲刀郎吼，刀郎的名有三个讲法。这个是织女星座，有六个在北斗星之南，故名斗六。哈、哦，这个有一张图。这粒星是头壳咱上顶头的北极星。啊，北极星啊，这个是 summer 夏天的星星的状态是这个北斗七星。秋、冬、春。啊，春夏秋冬的行吼，拢在遮。啊，这是北斗七星，啊，这是，所以讲刀落吼，就是在织女星之南呐吼。好、哦，第二，家己甲刀落两对吼，要争县治，就讲啥人要来做官的迄个县政府的所在对吼，哎、哦。两地土地吼、哦，重量做判决。你摕一道的迄落土来，啊，这边也摕一道的土来，啊，两道土吼、哦，清起来了后吼，哦，家己的土壤一道重量是刀落土地的一道六升啦，都、就是家己的土较重。啊，为什么呢？因为家己的土有啊。有盐啦，吼、哦，所以这个较轻的叫做刀落啦，也、哦、有这款讲法啦。另外一种讲法，兵部作，吼、哦，是讲掠落啊的意思啦，啊、哦，这是讲一个。满清政府下令改善天地会，吼、哦，随便掠人，公然在民间烧杀抢夺，吼、哦，这嘛哦。这个兵啊，有命令来吼，他们路就开始抢，啊，都烧厝啊，真乱来了吼。啊，堵路吼，就是家己已经成为人间地狱了吼。啊，所以当时吼，因为这个去掠天地会员哦，这个兵啊都有通跑，有通跑，该一个咧抢钱嘛。不管你是不是天地会的人，都给你抢啊，啊都有当报啊，啊都来做嘛，大家劫货抢劫啦吼。这个日本兵入来台湾的时候哦，在日本满清的兵哦，在这个澳队吼，啊，结果无咧抗日，走入个台北城做强盗，官兵变强盗，这种官兵变强盗。李大敦就是讲大中市有一个叫做大李克，哦，这个所在恁知无？好、哦，你这要注意哦。我有一个相片讲大李克有七里的所在，就是即马其实即马大中了，哦啊，第迄个所在吼，有人要来谋反，就是讲来抗争啦，吼、哦，这是哦。这是只有地图，这是刀落啦吼，哦，六国吼，八斤，哦，啊，这高庆乡吼，
拿来啊，好比脱裤刀男，这你看了不像讲座哈。再一个例个，哦，这个故事掠无辜的百姓，啊，害羞民房，哦，所以天地会都在1786年。在一个27暗时起来抗暴，就做一天起来抗暴。啊，抗暴的时阵吼，攻击去台中、台中啦吼，杀尽此地的文武官员，所有做官中台，哦，实在是真生气，啊，乱中台吼。27开始哦，27暗时开始，李告都攻破彰化城。台地府，哈、哦、啊，也过一挂大官，哈、哦、啊，是你伊安尼做的时喏、哦，这個、消息突然到个德产，德产就是今卖新德，王族王昏，王昏的笑话哦，这个嘛是读做昏，这个嘛是读做昏，两字拢读做昏啦，哈、哦，王昏哦，都起来革命，在你个初一。这在一个里搞嘞，啊，隔天啦，隔两天就占占着德产街啊，德产街啊，就是讲新德城啦，吼、哦，喏、哦，啊，台德产街啊，会大挂完，所以干那起兵五日，都已经为中华都引起个各个各个新德啊，吼、哦，啊，所以你爱怎样讲，按一声啦，你当咪？中华大人连新德都给你报复，安奈啊，就是完全官员实在有够烂，吼、哦，啊，就是这是证明完全统治台湾的方法，就是讲你这是敌境敌民，吼、哦，你敌人啊，我袂输，即马甲所有台湾的百姓看作是，吼、哦，拢会使卡油的安尼，还是光明正大给你卡油。油给你起价，就是卡油。在你个林松文的中华城内，予人叫做盟主，改元顺天，这是建国啊！哦，改元顺天，哦啊，变作独立的王国，爱都命令王昏，哦，做征北大将军，哦啊啊，分封一挂人做。做大官了哈，在你个吹啦，攻破德罗城哈，啊，一挂官员个太太，啊，啊，这张这间庙都是王纪念王昏的庙了，哦，第一多位呢，第一这个为中华去迄个洛江的路边啊。啊！迄阵我开这台车，啊，等于无有当停停伊，唔够啊，翕落这台车就用我记号。啊，我去的时间是9月17，2002年啦，吼、哦。啊，所以这张相片啊，啊，这王昏的纪念嘛，复兴宫啊，伊是伫复兴里哈，为何王昏又名王昏啊？是因一七。五四年，哈、哦，哦，即马也够，即间也够，哈、哦。啊，这个所在，哈、哦，王昏要去见白，哈、哦，他们家主杀，哈、哦，传说啦，哈、哦，这是清水王府千岁庙啦，哈、哦，水啊景啊。林松文叫王族做征北大将军，哈、哦，啊。打去个也未开发的淡水厅，吼、哦，淡水厅就是新竹以北拢叫做淡水，吼、哦。啊，攻占淡水，吼、哦，啊，淡水的官员哦自杀，吼、哦。普通时啊欺压百姓，当场无法度收城，所以12月13死的这渔民手内底，啊，这消息，中华的革命啊，啊，就传个南。南投
德道乐吼，啊，各地嘛加入反清的吼、哦。但是满清嘛有一个撇步，伊个撇步就是分化，吼、哦，好大个洛港个泉州人，吼、哦，讲啊，恁这泉州人，迄个林爽文哦，是漳州人啦。漳州人来欺负恁泉州人啊！吼、哦，恁都客个反抗，去用分化去，吼、哦，去用分化去啊！所以洛江人全来甲漳州人来械斗，吼、哦，甘愿继续变做满清的奴隶了。哦，都分袂清楚啦，好人歹人袂清楚，吼、哦。啊，是咧革命诶！啊，你全个工作，这是族群械斗啊！族群械斗已经发生过几啊遍啦，吼、哦！啊，这样哩。啊，林爽文诶革命军吼，拢、哦、是农家子弟，毋捌有军事训练过吼，哦，所以吼、哦，伊对即个百姓啊，真正处理甲真好啦，吼、哦！伊讲反清诶目标是欲。害死这贪官污吏，吼、哦！那是贪官污吏，拢爱处死，没收伊的财产，吼、哦，和军书甲祭品，吼、哦，甲和三家人。对革命军严令，袂使凊彩杀人，混取物还是偷摕物件，犯者按法就治，绝不宽顾。就是讲，咱家己人，你袂使入去民间住吼。刚摕物件，刚偷摕物件，还是安怎？还是杀人？袂使啊！啊！消毒满清的分化，声明哦，闽粤民番一视同仁。伊都讲哦，消毒满清的分化，我都讲分化，伊都甲你讲，泉州人、漳州人，你拢是台湾人，哦，啊粤广东人。哦，就客家人，你嘛是台湾人，哦，卖想讲你是客家人，哦啊，翻对原住民，拢共款，拢叫做台湾人，唔是你爱互你分化，咱袂使分化，哦。啊，无外久，南部洪山曾大天起义，啊，曾大天起义嘛是共款。一下就拍到这个拍到真好啦吼、哦！啊，南北义军号称十万，就是讲无够十万，叫做号称十万嘛。你若有十万，就讲十余万，哎、欸，干那就快就派军队来台湾的时候，号称60万大军，你们来记未？哦，60万都无够60万，连查某囡仔算落去，哪有60万？无60万，他叫做号称60万，哦，就中国为例，爱会样看，哦，而且号称10万，哦，控制呼霞、甲鹿耳门、哦西部广大地区，哦，林爽文自从起兵以来，10天之内，就破诸罗、刀郎门、南投，哦。丁城，吼、哦，啊，到个台南府城。12月13日，曾大典起义，破洪山城，南北两军合围府城。府城就是讲台南城啦，吼、哦，台南城迄阵叫做府城，吼、哦，啊，但是满清政府安怎？因伫台南府城的所在，吼、哦，即个本地人收到。分化了哦，伊讲恁是泉州人，恁毋是漳州人。漳州人要来拍台南哦，恁爱来保护哦。结果阁是分化的空隙啦吼。啊，同时呢，对中国满清告急，哇，台湾起乱啦，哦，阮挡袂掉啊，吼。这个台湾府城吼，满清占台湾的时候袂使起城，那袂使起城，他有规定了
兵三年，官三年都爱回去，吼、哦。啊，袂使娶某囝来，两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就是讲，这个都市吼，袂使去想。迄落庄仔的石头仔的迄个城吼、哦，来保护你，安内袂使去。伊讲早晚哦，台湾哦，拢会去互恁台湾人摕去啦。啊，我即摆为满清派兵来的，就过来攻你，攻阮做的城，安尼计税，所以台湾袂使去城。啊，袂使去城的时阵，当时朱一贵革命成功的时阵吼。就按告别处，伊失败了，都往个跌啊！哦，做啥？哦，这吼、哦，这都是因的政策啦！吼、哦，啊嘛有诶，往个白沙做围城啦！吼、哦，啊往个庄啊吼，土城吼，拢袂准，拢袂准。啊，咱即马看台北城。台北城市，伊要投降日本人吼、哦，甲台湾割予日本人前十年，才去起的。啊，去台北城吼、哦，你看卖，第一无迄啰防护城河啦，敢有代表无嘛？无护城河嘛吼、哦，所以凊彩起的。啊，迄官多嘛，加加啊，你用个撑杆跳都爬去啊。对吧？你若摕一支德国啊，造就嘛白，啊，迄那叫做啥？迄个做一个艺术来尔啊！哦、啊，你注意看，真侪台湾的城拢安尼，唯一有护城河的是新竹，好、哦、啊，剩咧无个一个有，好、哦，这有去调查个，好、哦，啊，当时台湾护城吼，这是本来荷兰人他们去打吼。成立 Zealandia 哈、哦，热兰泽城，啊一坤星、二坤星到七坤星，啊，这个所在哈，哈、哦，赤坎楼，赤坎哈，就是即卖的讲，伊讲互相就讲即搭啦，哦，这个啊，就满清兵拍啊，安尼输来输去哦。当时满清兵真疲惫，全靠各城亲满清的义民助阵，所以护城他无法度这个林松文因他无法度给拍落，无法度拍落的原因不是满清兵较勇，是因为有一挂受分化的台湾人去帮助满清人，啊，所以满清全迄个城全无去和台湾人退去吼。啊，所以伊就为中国来对调拨海最强悍的兵来台湾，吼、哦、啊，急调水利两支大军来泉州，吼、哦、啊来指挥，吼、哦、啊，有人为鹿耳门门吼，鹿耳门是第多，是第即个台南的北边一点嘛。哦，一个港口叫鹿耳门登陆啦，吼、哦，有四千名他们遐来啦，吼、哦，啊，其他中国福建的兵啦，吼、哦，等等，啊，有一挂兵吼，满清兵来个台湾啦，吼、哦，唔敢怕，因为哦，台湾人遐兵全救掉的，吼、哦，哦，这个吼、哦，三月初十，林松文攻一个黄山，吼、哦，啊。爱抬就该抬啦吼！啊，林松明起义的时阵吼，伫满清逐军分化下，吼、哦，拄拄啊发生漳州人甲泉州人械斗，洛江是泉州人集合的都市，林松文是漳州人啊，满清知影这个观念哦，较紧分化，啊，这泉州人全哦戆戆。那个这个人设计中间吼、哦，对林松文的起义吼、哦，看作是漳泉族群械斗。哎，这个代志吼，即慢慢会发生吼、哦，唔是讲以前发生，即慢都未发生哦。哦，
吼、哦，啊那那要白茶机啊出来讲者，嘿，迄奇怪的吼、哦，毋知去互骗去未？就对嘛，吼、哦，要爱注意啊！咱咱讲以前的例吼，啊，你有想我即阵吼，是毋是家己在做阿土阿土的？所以晚清吼、哦，诶，提督两个提督哦，吼、哦，看见分化台湾人成功，吼、哦，乾隆皇帝亲自下诏，哦，任长清将军前往台湾督师了，吼、哦，啊就我国派第二波为中国调派大军，广东出兵四千，浙江出兵三千，哦。满兵清人，吼、哦，啊，下人做监督啊，直直来啊，啊，啊，有一个将官来个在，都死在洛江的，吼、哦，为战而死，吼、哦，啊，但是，伊即马披挂上阵人有几万人啊，所以满清的军事大阵，吼、哦，24日，吼、哦，革命军装大电吼、哦、来攻台南，吼、哦。啊，无满清防御不敌啦，吼、哦，退中中州。隔两天，革命军来这东郊吼，顶顶的所在攻啊小北门，吼、哦、吼、哦。啊，林双文的小弟林勇，吼、哦，嘛带几千人到个新化。啊，甲庄大典回书，哦，啊，这个时阵吼、哦，这四边拢有这个革命军，吼、哦，四路合围，号称十万，四路的军队哦，到阵讲，哦，阮有十万，啊，就是无够十万，那叫做十万，哦，哦，啊，满清的首长吼，长清吼、哦，啊，都分配任务。啊，分配任务哦，了后哦，即受到分化后，亲满清的移民万人出城做满清，哇，嘿，要做了袂啊，佫有几万人呢，吼、哦，你莫想讲，那有那迄个人那会使赢80万票，对不？同款意思啊，哦，啊，受到人分化，哦，啊都万人呢，哦。出城来帮助满清啦，吼、哦！这以前的代志，甲即马同款的吼，吼、哦，咱看就知。啊，战争激烈，清军伤亡大半，吼、哦，无管啦，吼、哦！啊，满清之义民饥不得食，已经渐渐吼无饭通食吼，退入城，城中嘛无粮。大家都行海口，哦、1787年，咱1786年开始，到个过当年5月的时候，转哦，完全讲总反攻啦，哦，啊，总反攻嘛无效，哦，啊，这个时候不得不厚起脸皮，对满清的中央申请全国最精英的援军。60000人来台湾，伊都进第三回啊吼，这是第三波吼，由中国派全国上精锐的部队来台湾。你看台湾有够衰无？人迄个华盛顿甲英国伫相台，太一边安尼嘛，赢都赢嘛，吼、哦。啊，咱台湾人一次进兵，二次进兵，三次进兵，三次。是全中国最精锐的部队来，哦，啊，咧交战，所以这交战哦，嘛无讲赢咧，哦，所以王国杰另外换三度更换主帅，哦，换主帅，同时哦，满清帝对敌罗的所在加强分化，敌罗就是家己。分化受的台湾人
袂记诶，家己是追求自主诶立场，颠倒头来帮助满清政府，吼、哦，甲林爽文诶革命军来修建，吼、哦。啊，所以吼、哦，要就家己有收有掉，即满清政府，乾隆皇帝下旨，讲易行可嘉，所以家己改名。德罗改名改做家己，吼、哦，安尼看敢有敢有义？不义嘛！以后咱做执政的时候，家己哦，这个名哦，爱改，这是个讲到到底实在是真见笑的代志啊！哦啊，但是啊你，哦，即摆若讲家己人，家己都爱想哦，啊，阮德罗人安尼安尼较正个啦，哦，哦啊，即阵哦。改德罗为嘉义，哈、哦，这是不义之声啦，哈、哦，爱注意哦。咱一寡名地名吼，拢互人乌白乱涂，啊，讲古来叫是正经的咧，哈、哦、哈、哦。所以恁唔知讲这项代志啦，哈、哦。这受人分化了后，啊，泉州人出来甲漳州人抬，啊，其实是你台湾人抬台湾人嘛推嘛。十个第四波过来，会使讲第四波啦吼。啊，是这个问题有这第四波有湘军吼、哦、湖南兵吼、哦、2000，前兵贵州兵吼、哦、2000，粤西军、广西兵3000，四川团练兵2000，拢总9000人。这上重要，这四川团练兵，什么叫四川团练兵？迄、那个四川哦是。有一个部分是青藏藏高原，啊，青藏藏高原，迄阵多好，迄个十年前哦，乾隆有甲即个西藏哦纳入个版图，啊，所以遐是藏人的所在，西藏人生活伫4000公尺的高山，哦，啊，4000公尺高山叫伊来台湾哦，沿路哦，家都出问题啦，因爱食牛吧。啊、你若有四季拢有牛吧，所以乾隆皇帝拨60只牛给因食，哦，啊，沿路食到台湾，因袂晓食鱼啦，哦，鱼袂晓食啦，吼、哦，唔知迄什么东西咧，吼、哦，啊，啊，但是，这个四川团练兵吼、哦、来台湾发生吼、哦、真大的作用，吼、哦，吼、哦，这个。四川团练兵安怎来发生真大的作用呢？因为伊的生活是2000公尺以上的高原，吼、哦，啊，所以来打台湾，台湾有悬山，啊，悬山即个林爽文打输，专走去悬山的时阵哦，中国兵爬袂去，但是这四川团练兵爬去，因为哎，都气候愈来愈好咧。所以四川团练兵在这林爽文这场的战役立了很大的哦，习于高山的四川团练哦，以有观山作战的一个能力，林爽文败哦，这是四川团练兵哦，啊，这都是藏人呐、啊，哦，啊。但是这个林爽文失败，哦，因为到第四波来的时候已经无力了，哦，这个时候派台湾的兵有10多万人，哦，啊，林爽文实际上伊才1-2万人那尔啦，哦，啊，号称10万啦，其实伊才1-2万人那尔，哦，啊，这个啊，另外一支哦，在南部洪山的。增大点哦，啊嘛失败，哈、哦，嘛失败，啊、哦、啊，2月初5，哈、哦，胡安康，哈、哦，往个四川团练兵，哈、哦，啊，庄大田哦，虽然在个抵抗哦，但是在这个在全中国最精锐的武力攻击下，哈、哦，咱台湾人哦，
不屈而阵亡两千多人，这场战役两千多人，两千多名的台湾人战死。完全吼善后处理吼，都、就是这个爱抓台湾人来开台吼。北路王座吼，在1787年年底，清军入去大理，杀无辜百姓200多人的时候，大理变作一片废墟啦。林松文败走积极，林松文在1788年3月初10日向台死，迄阵伊才32岁。林松文起义前后一年空3个月，参加人数有10多万，是台湾历史上规模上大的农民起义，嘛是清代历史一处较大的农民起义，参加起义者拢志向即个官方无好，这是讲林松文的部分。咱爱阁讲一个人，对曾大典，因为1786年葫芦人的村庄，那讲葫芦人的村庄，就是边有客人就对了，有抗清的事件。因为因继续电视王朝的反清的思想，外地这个满清派来官员，满清的所在吼，都讲爱来掠会党，真严苛勒索你若甲你勒索，你若给钱，爱就放你过；你若无钱给，伊就甲你消除。林松文的堂弟伊的厝去用烧去，所以邀请林松文抗清当时嘛出现这曾大典、庄大典出来庄大典在屏东的李岗乡迄当时这个李岗迄边的土地无属满清的。但是是平地，平地的时候人就是你为中国偷渡来台湾的因为台湾钱用卡巴较好生存嘛，中国在摆乱草草来台湾都是生活较好，就走去李岗的内底就去种植。满清官员知影即寡物件，不管是入去内底勒索一寡。不管是自己来哦，你这逃，你这偷渡犯，都该勒索一寡，这都、就是，这种偷渡变作活人偷渡来台，上好的迄个匿藏地，但是嘛变作黑户，和迄个满清的官员看作是肥肉，曾大典看林松文起义的时阵，就是叫因大家来抗清就抗清，这是，你知道这是屏东啦吼，屏东的直角大概是安尼这个所在啦吼。1786年这个真侪三角窟啦吼，冷气坑啦吼，高薄寮啦吼，等等拢是反清的大基地啦吼。曾大典出生。在福建漳州平湖，这当时对 people of Taiwan 无一定讲你踮咧台北出生、台湾出生的，你有爱台湾的人，拢是台湾人，伊踮咧漳州出生，乾隆7年的时阵，带老爸来台湾，住喺猪肉馆，老爸死了，搬去凤山。住在番仔寮，但是因为伊厝诶有豪气，都是要帮助人所以大家拢变做可以做领导者，所以起义诶时阵大家来
买布匹哦，做军旗，顶头写南路普国大元帅。那南路，因为北路就是林松文嘛，啊，伊就会做南路，南路哈，啊啊，辅国大元帅，啊，伊是讲顺天大元帅，哦，所以就是安尼，互相接照应哈，啊。1786年12月，哈、哦，哇，都开始战，按满清的兵哦，不战而逃了，哈、哦，这个拢是正常的代志，满清的兵哦，未战的，啊、哦，啊，看台湾人起兵都未战的，哈、哦。12月二九，台湾到李应福，哈、哦，定，哈、哦，根据朱一贵得到宝贵经验，都、就是甲台湾人。本地人分化，所以哦，伊去个下淡水溪，下淡水溪是即卖高平溪啦，吼、哦，哦，去招募满清移民，吼、哦，讲招募一挂是台湾人，但是做满清移民，就是做来做了别啊，吼、哦，满清移民，吼、哦，啊，啊，这个时阵。嘛去客家人，哈、哦，去招募移民，啊，但是客家人哦，为这个客家两字哦，这实在以后爱改，是讲我是人客，我就不是主人，永远拢不是主人嘞，奇怪，你住一家人迄个宋代典，大家七岁来个台湾，伊都变台湾人啊嘞，伊漳州出生的嘞吼，啊来个台湾变台湾人。啊，客家人来个第二代，也阁是客家人，啊，永远客家人，哦，嗯、所以伊就歪个河洛人合作，哦，啊，受分化的客家人吼，伫忠义亭传播向满清效忠，即卖真奇怪代志，那传播一起，拢挖起，去受到分化了，拢挖满清，哦。伊无想到伫满清的贪官，伊嘛是受害者，但是佫想到满清用提供官职，用互因做官，吼、哦，啊有银两，有抚恤，你若死有还佫钱通摕，啊四点佮你起庙，吼、哦，起移民庙，吼、哦，免租税，建忠义亭，啊嘛有匾褒贬，哇，这样子最好康的吼、哦，所以自甘为奴，大家拢。来，悄悄来做奴隶。当然，我是讲啊，这歹听，悄悄来做移民呐、啊，哦，啊，其实是悄悄去做奴隶，哦，啊，转那里，转退完清，休闲，好、哦。我给十五，这里、个、有427名的这里、个。万金兵，哈、哦，还一个5500人的兵，再攻南唐，哦，分作三路来打，哦，啊，六庄的民众，哈、哦，六庄，哈、哦，大概是讲，哦，得到那个庄大田啊，军力大胜，哈、哦，所以哦，怎样讲啊，这个曾代典哦，军力大损哦，所以因越民客家人3000人哦，就树立大清旗号，称义民，自动向满清靠拢。哎，要不就那年都是料不要转到瓦起啊嘞。注意，这就是属性。看那边哈、哦，西归这叫做西归派。好、哦，客家人本来是。你叫我去翻墙，我不一定爱管的，啊都无动作的。啊，即马就是讲，啊看曾来莲，你输咧，还挖来翻墙去变，哦，啊都退翻墙做一挂代志，这个西归派。9月27日祭旗，哈、哦，啊靠拢满清的诚意。为曾代典的部队抬起，哎哦，这么真勇敢哦，来抬起哈，这客家人都抬起啊。
郑代田部队吼、大败，啊，郑代田背腹受敌，头前满天兵，后边客人兵，吼、所以吼、不得不退回到下淡水，所以因为头前后边拢受敌，伊都想一个方法，谋计谋，吼、来怕客家六庄基地。啊，十个初一要举事，啊，满清义民就是这个客家人知影讲哦，伊的基地将受袭，因为郑代田无去要拍满清，要来拍客家人，你哪会识甲我拍？啊，用我要来甲你拍，哦，要来甲你拍，哦，啊，这个时候哦，因这个人就惊，客家人就惊。啊，专哦，较紧嘞，要求满清政府协助。满清政府，你来帮上阮，你来帮上阮，阮替你出费、出力、出钱，吼、哦、啊，你嘛要来甲帮助。阮即摆迄落火炉人哦，来伫甲阮拍，吼、哦。但是即边哦。满清政府一如往常，置之不理，无插不理。你退个立功，你退个去死好啊！哦，无插不理，不只是不理。哦，啊，这边哦，对满清邀功的群众哦，因都真急，着惊吼，所以一时着急，只得自力救济。啊，来个移民，甲这个满清移民，就是诶越民，就是讲客家人，甲这个起义郑代田的部队吼、来台啦。郑代田往个以逸待劳，展开一场大屠杀吼。满清的越民吼、义军十负其九，十个人死九个人吼，都、甲。都把那个客人哦，抬死一大堆，哦，啊，满清义民哦，这个就是客家人哦，爱恨交加，唔知道心恨谁了，你唔知要气啥人，你要去跟你抬你的火炉人，就是一种，你要去满清人无来帮衬。这是一种，啊！你要气家己做阿土的，吼、哦！而、且三边都不是人嘛，吼、哦！你要气下了，所以有人写一首诗：身作蹙蛾眉，贼出来对吼，啊，目白割掉，但见泪痕湿。但你看到啊，泪痕老白晒，不知心恨谁，唔知是。心吼得气啥人？你是得气你，还是气火炉人，还是气满清的人？你到底要气什么人？哦，所以这就是吼，这是一个很实在的代志。在讲这个郑代田起义的时阵吼，有一批人挖满清的人，主动去挖满清哦，满清无个叫伊，就去挖去，啊，退满清出力。啊，满清政府无咧解知道，要注意哦，这款代志也可以发生哦。你说当然嘛会发生，你家己要杀父死的，你好死好咧，哦，对吧？啊，这样、不知心恨谁了，哦。所以这个故事哦，实在会使应该分的，互真侪人知影讲有这款的代志。你卖做移民做了别啊，都无好。你要徛喺台湾人嘅立场都好嘛。哦，1787年十一月初一，满清哦，佫派兵来，数万名为陆港来过来台湾。哦，这个时阵，满清嘅兵力是台湾嘅兵力嘅10倍以上。当然，满清会怕赢了哈。
二月初十，庄台铭对攻台南府城已经有几啊个月之久了吼。啊，伊迄个满清的官员对庄台铭的部队，用过先机的呼唤，讲好听话啦，一时花言巧语，啊，花言巧语，哎，啊都都甲一寡庄台铭的部下吼。转台来摇动心态了，啊，说去无要去抗清啊了吼，啊，所以庄台铭就战败了。本来庄台铭这股力量也阁是有在的啊，但是去用分化去，哦，所以满清在台湾统治的时间，干那靠一招分化，吼，哦，这就是。隆重经过一年四个月，台湾人民反清革命停止，哦，升朝为王，为王败者为寇，哦哦，咱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台湾，咱无要受到专制独裁的政权下，台湾民族英雄故乡吼，哦，故居李港哦，也未见到伊。伟大事迹加以纪念宣扬，就是就到这阵吼，庄台铭下人办。除了我这些研究历史的吼，那跳工去找来啊，来得讲，到大家才知讲有一个庄台铭吼，啊林爽文是名气较透啦吼，啊，但是也阁真侪台湾的民族英雄，咱拢给忽略掉了。这个福康安吼，这是满清的将官，都叫藩丁，叫台湾的藩啊，四千名。南部分南北两路有十二屯，吼，吼，啊，设立了藩屯制度。什么叫藩屯的制度？就是利用台湾的原住民控制汉人移民的动乱。咱定那历史书写讲以夷制夷，啊，那完全是讲以汉制汉。你那么想讲，你以汉不能制汉，以汉制汉。啊，即嘛即国家来者，以凡制汉。好，哦，凡屯的制度，就是利用原住民来削平。汉民就以凡治汉，以凡治民呐，哈，哦，啊，真侪兵利用平埔族的兵来分平民变，啊，平埔族嘛加速汉化，哦，这拢有原因的啦，哈，哦，台湾反清主要的因素，统治的因素，哦，就是讲伊的任期。对了，三年了，未使带母仔来台湾，薪资特别低的，哦，啊，对台湾人民采用分化政策，哦，鼓励分类制度，哦，啊，满清的官员来台湾吼，千里为官只为财，千里为官，干哪为着钱啦，哦，就特别来台湾啦，千里为官哦。啊，即摆就讲，你头拄仔有讲到138件的起义吼，到底这个记录是啥物记录？小可看一下吼，哦，咱有138件，哦，1696年吴桥的起义，哦，这是反清期，哦，99年，哦，这是先住民的起义，都，就是平埔族的起义啦，吼，哦，啊，这个是先住民的起义。1699年，哈，哦，两边啦，哈，哦，1701年，哈，哦，毛反清两年，北港做据地啦，哈，哦，1721年朱一贵起义，哈，哦，咱顶回有讲到朱一贵起义，1721年，哈，哦，
水鬼起义了后，后壁也阁有人会起义哈。为朱一贵之后续哈，这朱一贵会后续有几哪回啊？1726年，先住民就是人讲原住民的起义了哈。1728年，哈，有青番的事件，先住民事件，哈，这一件一件哦，拢是属实哈。哦，这有所在有地名哈，哦啊，1734年。哦，反清中华先住民起义，淡水首起北部起义，哦，1750年，哦，啊，分类戒斗，哦，反清起义，洛港反清，哎，结果到1753年，洛港人嘛在反清，哈，啊，卡马兰，格阿兰，难几多伊咧？宜兰呐，哈，宜兰嘛有反清的代志哈，先住民的反清哈，台湾关哈，台湾港反清起义，啊，这闽粤分裂戒斗，这受到人分化，啊，家己抬家己，哦，中华分裂戒斗，哦，啊，这反清，哦，分裂戒斗，淡水分裂戒斗，哦，啊，这，哦，到1783年，哈，啊，1786年。定定啦吼，咱都无必要念吼，就来讲，这个记录有这么多记录啊。反清起义天地会，这都跟红门有关联的啦吼。啊，小刀会哦，嘛是跟红门有关系啊啊。138件哦，刚才安尼看嘛是真复杂啦吼。红山反清分裂。淡水嘉义反清，凤山反清，凤山反清，凤山配合蔡迁反清，新店、宜兰、鹿港、苏澳，哦，淡水、凤山、淡水，哦，啊，这个是这都天地会到一个，这个无讲所在。但是反清卡马兰哈，格马兰这是宜兰啦。宜兰内加内会较侪呢，因为一八一零年的时候哦，迄个五山因去宜兰开发，恁家有宜兰人无？哦，去宜兰开发，啊，宜兰开发了，这个做这个。土地分割，哦，你姓张的哦，这库产；姓王这库产；姓陈的迄库产，安怎划分好？啊，甲这个地图、甲这个土地吼，献予满清政府。啊，满清政府安怎处理？唔着讲，哎，加一挂土地来，加几啊千家的土地来，唔着真欢喜咧？嘿，无咧知道。那无你知道，哎、欸，我也无去，无得到钱啊！咧，我甲你去创啥？分两年给，国不离疆，大家依然受罪。1812年在受罪满清的土地，你知？这满清的官员贪污到这程度了，哦，啊，所以1812年了后，过十年了，就是一挂卡马兰哈啊起义的代志哈，哦，这格马兰哈。啊，1822年，啊，1824年，哦，啊，等等，哦，啊，宜兰，啊，即摆写宜兰，哦，淡水、嘉义，哦，一大堆，哦，1830年，淡中华、嘉义、淡水、嘉义，反清，啊，嘉义你即阵也反清，啊，迄阵时啊做了别啊，哦，你按落去看吼。哦你就知道一大堆啦，哦，讲袂煞啦，哦，哎，138遍，每遍拢死几百人诶，吼，所以啊，这是咸丰年间，哈，咸丰年间，啊，主要说同治，哈，同治年间，啊，过来罗东地条村嘛是一个咱台湾民族英雄，啊，
啊苗栗越级同级分类戒斗啊，这就叫做克克斗。客家人甲客家人相台，所以你爱知啊，咱人的思想哦，真好受着人的迄、那个别人的影响。应该我的思想内底就客家人甲客家人应该袂相台，但是这个就证明苗栗越级同级分类戒斗，就是克克斗。啊，客家啊，顶啊，红山家己啊，啊，苗栗啊，顶了啊，1885年转变作完成，变作1895年台湾挂号日本嘛，哈、啊，1892年乡村先住民起义。这是按的讲一个，就是讲，到个日本人来的头前，咱台湾人拢不管是的起义的抗清，吼、哦、啊，满清的应付台湾的方法，一步分化，啊，即摆嘛是嘛爱分化咧，互你台湾人做一个副总统。啊，你是不是正经将官啊？无嘛，连出声都袂使出声咧。哦，这分化工作。哦，啊，台湾人推投票回国给80万票，迄嘛奇怪。哦，这段讲林爽文的代志，大概是讲啊，这一个段落有啥问题无？哎，来，台湾官吼是指台南，因为安怎来指台南呢？因为台湾这个名称吼，先爱安怎写？先是大小的大，啊，官是官林的官，啊，台湾，这是平埔族的话。这个本来是指这个。一个台南哦，一坤新、二坤新，迄、那个所在叫做台湾。荷兰人为遐定居，吼、哦，转到遐去热兰遮城 （Zealandia）， 吼、哦，加兰下，吼、哦，去一个城。他们遐创一个公称处，公称处就是啥？咱这个中国人的迄个亲啊，吼，甲像吼，拢无变。拢无变长啦，若要共买笑吼，较长淡薄；啊，若要卖人诶吼，较短淡薄。吼，啊，要骗人嘛吼。啊，军粮嘛无会准。吼，啊，但是伫台湾吼，因为荷兰人诶制度吼，咱是一军16两呢。中国哪有一军16两？咱一军16两是荷兰制度，先进诶荷兰制度。16有什么好？16好处真大。即马电脑来的16 mega、32 mega、256色，16×16变成256，拢用个16做一个单位。10×10是100来呀。啊，但是16×16256，啊，所以迄阵16进位一斤16两，啊，啊，当尾台南就设一个公称处。大家亲呐，拢爱遐当因呐，遐许可的。啊，所以台湾人出外去做生意哦，大家吼拢讲，哦，恁台湾笑啦，吼、哦，大家拢不爱用台湾笑，无爱用广东笑、福建笑，就话湖北笑拢无效，用个台湾笑上好。啊，所以用台湾笑的人，恁拢叫做台湾人，吼、哦，啊，恁迄堆叫做台湾嘛。你迄多数叫台湾嘛？台湾的名称是安尼，啊是写大水大园林的园。啊，西隆拍到台湾了后，报给和康熙皇帝。康熙皇帝，这个园吼，它写湾呐，台湾呐、啊，吼、哦，大概出音去了哦，变作给你写唔对了。
啊，咱嘴的讲的都是老爸老母家里讲，啊，这是台湾的，无人讲这是台湾的，哦，安尼有清楚无？好，安尼刚刚讲啊，感谢各位，加起立，加嘞，加者，咱搁刷了一点钟久哦。咱就等一下来开分组会议啦，因为。